我同学都不敢摔那个塑料袋，我不行啊！你又懵懵懂懂，你怎么什么样的嘴脸跟我说？我不好意思，哎呀，我一点都不好。我怎么说？哎，你就说你我拿你修好了，你给我，然后你会说你给我5毛钱，我肯定在修之前就得跟你说。我说郝宇，这得收钱，5毛钱，你拍死我，修不修郝宇？你拍我一下1块，我给你五。确实叫小明了，对吧？不是干啥就5毛钱呢？我这修正带吗？你帮我修一下呗。我修5毛，我跟你说，我这个修的好，我修完之后它比之前的用的久。就是修完之后，你之前一段修正带你用多久？我也不知道，反正用3天吧，3天差不多。我修完你能用6天。你修，我生日我能不能欠？先欠。可以啊，欠我5毛，回头给我2块就行。我一站式服务，啥都有。你想不想玩一个开银行的游戏？我去那个角修又要2毛，还是潘金家宇开的。不，这个就是很难启齿。之前旁边我小时候老看报纸上说，家长什么叫教育的好，说要培养小孩，说你帮妈妈什么拖个地，我给你2块，干个啥给你5块。就国外不是经常有吗？我剃个草坪。我在国外也没有特别多见，就我反正我应该不会这样培养小孩，这是我。我不觉得孩子更重要的时间应该用来就是劳动换取报酬这件事情啊，不需要你那么有意识的去培养，小孩肯定会知道的，这个社会长大了都会知道，这个社会会教你，当然劳动换取报酬不需要你用这种小孩，这种东西我觉得反而会让小孩在小的时候变得过于在乎钱吧，可能我觉得我不太，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也不希望我小孩太早的意识到这个。对，我家里人就这个影响，给我影响了差不多大学。我到大学，大家说我上大学不是唱 rap 吗？唱 rap 是吗？哎，我不知道你唱的什么 rap 啊？你我唱了好多 rap 啊，怎么唱的来着？娘字是吧？就唱 rap， 然后当时就是就有些作品火了以后，就有些那个单位就请我去演。当时呢，他是委托下面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外包出去的。那个公司来直接请我说，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活动，我们在找很多学生来唱。我说啊，是公益活动，那好了，我不要钱，然后那个我机票看我自己解决吧。还自己买机票去，自己买机票去参加那个活动，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自己花点钱。然后后来在偶尔在这，哦，这个都机票火车票这个钱应该你这个那个时候你完全没有金钱意识，一个活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特别崇高，我那时候已经把自己当 star 了，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就跟韩红一样，我觉得哦，你请我演出没问题，你们挣的这些钱肯定是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你是公益的活动吗？你不赚钱吗？你现在会这样吗？我觉得自己大傻子吗？我不懂，就是家里人也觉得你很光荣，但我现在还是这样。现在我就有个公益组织，哦，你在那儿演出，你都是把钱给希望工程了。我就有中公益组织找我说这个是个公益活动，我一般就不对对，这个我也会也有这种。この海猿島から横須賀の岸まで 1.2km、十分泳いで渡れる距離だし。いや、もしそうなら。焚き火の痕跡をわざわざ砂に埋めて隠したりしないんじゃない？ここに自分がいると思わせた方が追っ手の私たちの目はこの島に釘付けになり、海から目が離れ泳ぐ時間も稼げるし。そうね。じゃあなんで奴はそうしなかったんで？まだ泳げねえんだよ。この島にたどり着くのに体力を使い切っちまっただろうからな。まあ時間を置いて海から逃げようとしても
俺たちの船が目を光らせてる。どの道ねえってわけだ。息を切らした FBI の逃げ場はな。こっちに潜る気だ。いいか、夜が明けるまでにしらみつぶ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もっと明るい方法がありますよ。浅袋で土の中に。まるで忍者ね。ああ、海猿島のすべての地面を探すとなると、かなりの時間を要する。夜が明け、海猿島のスタッフが来るまであと2時間。それまでしのぎきれば。キャメルは助かる。状況が変わったらまた連絡。了解。亲戚朋友会把他们的一些孩子说刚毕业简历发给我，说是特别喜欢你们公司，哦，想干这个文娱领域，然后看看这么能能。现在咱也认识导演了吗？这不有导演了，对不对？我就给支出去了群演去了。啊，有群。对对对，这种也比较难办，而且有时候是不是你的关系，是你父母那边的关系。我妈有一次说，那你就更不好推脱了。不好推脱，我妈说，哎，那边求我，实在是抹不开面，要不你给看一下。我然后就加个微信，我说行，我然后把微信发过去，那边也没加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个事儿我一直不理解。现在已经共识在效果了。哎呀，可能吧，可能吧，可能吧，不理解，不理解啊。一起碰杯，祝陈哥生日快乐！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操！生日快乐！谢谢。真的很重，如果说真的给我一个这个机会，然后我也会先在心里跟自己说，哎呀，那些东西你就不要看啦，看了之后导致你们吵架有什么意义呢？不行，还是要开架。你就想吵架。Thank you.
就是两种，一种是没头脑，一种是不高兴。这男孩他没有好的呗，就是他有头脑了，他就高兴不起来。哦，好深刻，咱仨这么高兴，天天有答案了。你脑袋掉地上了。对，我儿子小的时候就是他就是那个没头脑，他有一个好朋友他就不大高兴。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打架。他有一个好朋友，谁不大高兴了？那个好朋友就是个不高兴，啊、好有人是不高兴。然后因为他要求他诉求比较多，他心里想要的东西多，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不开心。八岁前二环一套房，那是什么呀？欲望太大了。就是老是想占个上风，就吵个架也要占个上风，然后坐个座位也要占个上风，就是这种。那他会跟你的孩子进行这种良性的竞争吗？对，他就打架嘛，两个人就打架，然后那还是好朋友啊。对，其实要不说我儿子没头脑呢。你这整个逻辑闭环了，哎呀！出生在西北的我，家乡喜欢在冬天呢吃一些熏马肉，也算是一道家乡的特色菜。那年冬天呢，我忍不住嘴馋，给千里之外的父亲打了电话，想让他邮寄一些马肉过来。两周之后呢，马肉如期而至，整整一箱10公斤，真的是解了馋。还送了一些去炊事班，请全排的战友一块儿品尝。当时这一箱差不多能有一个普通人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吧。父亲没工作，靠开洗澡堂，一个人3块钱，这些差不多应该是一个月的收入。我08年退伍回家，10年的春节在家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挚友叔叔们一块儿吃饭。酒过三巡，叔叔说：“他说你知道你爹这条腿怎么残的吗？退伍回……那你怎么想？你现在就财务自由了？对，那你说吧，那孩子你想玩啥吧？”咱把环球包下来。不是，怎么还财务自由还是孩子玩啊？你玩啊？不行，我孩子毕竟孩子，我得先尊重孩子的意愿。爸爸，我最想上学，我想上补课班，你自己去玩吧。补课班没了，孩子，醒醒吧，孩子。有，咱们把那个学而思包下来，你去吧，行不行？就给你一个人上课，好不好？网课就给你一个人上。你把学而思包下来，是晚拯救了这家企业。对，去吧。然后我跟妈妈出去玩，行不行？这可以吧？你说想上哪玩？